的六度，两种差别。金正言修那个理六度，境界比较高。理六度就是无生，啊，虽修六度，不着六度之下。啊，要是藏教的话，修六度有六度啊，可得。所以缘起所修，就是推究探讨他所修行的这六度而为正因。行施，如果、啊、行这个布施啊，这尽命亲财，命就是内财啦，亲财就是尽其所有，全部布施，财就是外财啦。要说到布施啊，他是尽他的内财，请他外面的一切财产，就全部都布施，不留一点点的，是生命财，三者俱施。如此行坦，就坦挪，也就是布施，修三间法。三间法就是，能布施的也空，空性，所布施的对象也空性，中间布施的东西也是空性，啊，三轮体空的意思。持戒呢，这极罗无犯。啊，极罗就是啊清戒了啊。那么七俱境界，虽然最小的突击罗啊也是无犯，何况是大戒，就是指重戒了。那么应该说性重机嫌二戒无犯，性重就是性戒重戒了，机啊这个机就是遮戒，就是清戒了啊，会受人毁谤的机嫌的。应该避开来，那么性戒就是重戒杀盗淫妄，那二戒无犯。68页，那说到忍辱了，啊，说到忍辱，这生命非我，非我就是无我了。了解一切法无我，就是有人来割截身体呀、啊，那何所伤？哪里有伤害到什么？色身色相本来就是假象的啦，啊。哎呀，说实在话，这个还是做不到啦。哇，念念可以啦，是不是啊？人家众生拿来砍我们一刀，我们怎么会受得了呢？是不是啊？还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啦。68页，啊，如果是忍辱，这声明无我，割截何伤啊？啊，割截何伤啊？安奈悔意啊？啊，安住啊？奈这个啊，这个毁谤啊和赞叹，八风不动啊，又作八法，八四风，为此八法为世间所爱所珍，能够善动人心呢、啊，所以以风来比喻、啊，称为八风。苟心安住正法，不为爱憎所惑乱，则不为八风所能动乱恼害之，那就是八风了。不动心，不动念啊。金刚经这么说，我以往昔节节知解的时候，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十臂云：良由四相即空，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当下就是空，顺为无他、无地也无能所了、顺境为境也没有能所了、称法成人，称就是何以何以法性啊，称这个无生法人，是故曰生明啊，非我生明，这个无我八风力就是有益于我的，我的能都不动。衰呢，有减损于我的，还是都不动。毁就是毁谤，听都不用听，哪个毁谤是真实的？这都是加盐加醋的，都是用放大镜看人。人家有0.1的缺点啊，我痛恨他，我都可以跟他讲到100分，都是世间都是这样子的。哎，一个好人呢、啊，一个好人，他有99%啊，优点。哎，我恨你，我看不到99%的优点，我看你那一分的缺点，
就攻击你。哎，两个人感情很好了，99%缺点了，哎，没有看到，只有一分的优点，而且拼命的赞叹他。所以这个人的讲话一点都不客观，众生的讲话一点都不客观，所以也不需要太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子啊。哎，要不然你会赢死哦。哎，话要人家怎么讲，你也没有办法。你为众生的已经尽心尽力了，人家还是要批评你呀、啊。没有办法，众生你要叫他不批评，他会死掉的、啊。所以让他批评，他才不会死啊。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呐、啊。诽谤批评别人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呐、啊。他存在就是批评啊，批评就是啊活下去的理由啊。要不然他怎么活呢？哎，所以你要同情众生，同情众生。哎，你可以念，可以念哦，可以细细念，细细念。哎，唔惊着气眼。哎，我无咧骂人咧，我就哎，一直不怕得口腔癌，是不是啊？乱骂，这是不好的。就是他有那么坏，我们远离就好。啊，我们要为了警告众生，我们哎呀，这个不要亲近的，这个人哦，那不能亲近的，这很可怕的。哎，欲也就是赞叹，哎，赞誉是不是啊？赞誉，称讥苦乐，称就是称道，推崇；讥就是讥毁、诽谤；苦呢就是恶境啊，令身呢、身心呢受逼迫、苦恼；乐呢，这个是善境啊，令身心欢喜快乐。我们八风啊，无非是这个。称就是称赞，讥就是也是诽谤的一种，口啊啊就苦恼，乐啊就欢喜了。而说到精进，这勤求至道，至道就是佛道啊，菩提之道，如救脱燃啊，就火来烧头，一般的紧急啊，叫做如救脱燃。哎，有一个信徒啊，他很古锥，很可爱。说啊，师父啊，我做早晚课做了很久了，可是啊，那个旧头然我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啊。哎，他旧头然他看不懂，他念了十几年晚课，他如旧头然他竟然看不懂。我说啊，你每天念这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说不知道啊。这样也可以做晚课做十几年。哎，我对佛陀的不可思议我从不怀疑。对这样如旧头然十几年竟然不发问，真是不可思议的愚痴的人。嗯，对不对？如旧头然，他不晓得这个燃就是加火字旁，哎，左边加一个燃字，这个是燃的火字旁，一样的道理。就像头发烧起来了，你当然先把它拍洗呀、啊、灭掉啊。我们生死啊，就像旧头然一样的。动不动也就死了，动不动人就死了。哎呀，人的生命是，哎呀，真的是很脆弱的，真的是很脆弱的。是自行化他呀，刹那之情无见。是精则不杂不夹杂，就我们精进佛期，精就是纯呢、啊。哎呀，这几天纯粹念佛，精则不杂不夹杂，进则不退也不退转呢、啊，不退转。那么不夹杂又不退转，以求这个大道如旧陀然之极啊，就如上考笔，这个念笔，这个笔啊，就是我们写笔记簿那个笔的音是一样，笔就是考笔啊，啊，就是所谓的父母啦，父就是考嘛，哎，我们的贤考是吧？贤笔，哎，行诸白啊，你不注意看嘛，行诸白啊，那叫父就称考。母就生笔是吧？哎，现在的人呢，那个行住白都放错了。说哦，这一定要讲清楚。很多人呢、啊，西方三圣摆在这个地方，他那个行住白啊，就摆在西方三圣的旁边啊，那这个不可以的。现在那个国妈禅啊，都做错了，都坐在搞在一起的。佛是圣人啊，那你父母亲是凡夫啊，你怎么一样摆在昂盖度定呢？虽然是摆在旁边，可是平衡点的是一样的啊。这不可以的，这不可以的。我们哪一个释迦牟尼佛，哪台湾哪一个道场说这个佛陀大殿可以摆这个行住白亚的啊？你看的是哪里？你看哪里行住白亚的？没有的，是往生的人呢，是不可以这样排的，是不可以这样排的，是吧？
哎，所以这个醒诸白啊，西方三圣啊，或者观世音菩萨像啊，释迦牟尼佛像摆中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另外啊，要弄一个小小的桌子，小比较小一点的桌子，高度啊，如果是水平啊，是没有关系啦，这勉强可以啦。旁边呢、啊、要隔，最好是低一点点啦。你是凡夫吗？凡夫啊，我们现在的公妈擦啦，什么西观世音菩萨擦啦，隆中这会啊，其实这个是不如法的。啊，这全台湾省的人大家都不懂，圣跟凡是有差别的，是不是？哎，所以这个不可以的。哎，那有的人讲说啊，那糟糕，那我家这个国妈差啦，国妈行住白啊，跟那个西方三圣都一样，就像师父讲的，那这样怎么办呢？那怎么把它割开呢？空间就是这么小。哦，那没办法，那人家拜佛的时候就叫你啊，爸爸妈妈，哎。阿公阿妈，你小心徛边啊！我正拜佛，拜佛点香甲讲啊，伊的灵魂会来，你要甲讲。我正拜佛，你徛较边啊，无你站袂掉。啊，那这样，要不然没办法啦。现在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讲到这个考比这个行诸白啊，啊，很多人都搞错了。那现在的人的死去父母啊，为考比了啊，如上考比之哀，恶力兼行，就自利利他。奸行虽刹那也是没有少见呢、虽刹那也没有间断，如是啊，可谓真精进。这是一个真正的精进。禅挪啊，有的人念禅那，这身心急迫啊，注意这个迫字是苦字啊，跟这个三点水这个薄是一样的。薄的本质就淡薄的薄，无为啊啊，这心部啊变成一个三点水啊，这个念薄。那么古时候这个怕啊，把它念得破啊，这是古字。那么后来啊，我们这个薄字三点水跟这个破字是相同的，所以这应该念身心极薄，这意义啊比较好。要不然大家都会念错，有些急怕这个念破啊。安波西尾啊，安波我、哦、就数息观呢、啊、数息，我们常讲的数息观，吸进去数一吐出来不要数，吸进去数二吐出来不要数，数进就不要数出，数出就不要数入，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这样数回来是吧？顺序数，再倒回来数，都不可以心有乱。为什么倒回来数心才不会乱呢、啊？因为我们一二三四啊啊，数习惯了、啊，你就是度孤他也会数得准了、啊。你要从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这样算了、啊，就不一定会准了、啊。你一度孤就数错了，哈、啊，这样练习知道吗？啊、哦，但是我们一般都是数阿弥陀佛啦。吸进去念阿弥陀佛，吐出来不念。哦，我不一样，我吸进去是念阿弥，吐出来是念陀佛。我吸进去也念，吐出来也念。啊，张公教们，不要刻意的拉长呼吸，很让他很自然的这样呼吸。所以我连呼吸都在念佛，啊，这个已经修了几十年都是这样子的。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连走路在念佛。右脚跨出去念阿弥，左脚跨出去念陀佛。是不是啊？都是这样念佛，安波西维，就是这个数息观呢、啊，安维系啊，安住在极定以自知，自知也滋养身心，长养这个定慧的力，运势宜就是威仪而立物，运这个势威仪而立物，入定之法宜调身、调息、调心。这是三事啊，这三种事，身、习、心，入则调出而自细。哎呀，进去把出调到细，出则调细以出出，把这个出气慢慢的送出来。
吸进去由粗变细，吐出来由细慢慢的送出粗啊，这浅来浅气，浅来浅气啊，这个叫做安那波那啊。那么住则三世，三世就是身心习啊，就是三世，三世以均调啊，安住的话就身心习哎调好啊。这个小圣啊特别的重视这个调息法，我们以前也学过了，后来烦恼还是在，后来烦恼还是在，哎，我一直到研究这个六祖坛经啊才相应的，我们以前呢、啊、没有人跟我们讲六祖坛经，没有了啊，以前的佛法并不是很兴盛，讲经说法的法师是哎呀可以说凤毛麟角啊，凤毛麟角，少之可怜，少之可怜啊！我们要想要听六祖坛经，没有人跟我们讲。后来啊，三十多岁的时候自己看，对不对啊？自己看，哎，最好这样自己看呐、啊。所以我现在讲的六祖坛经都是自己看的呀、啊，没有看过人家听过人家讲的、啊，都是自己的悟性所讲出来的，啊。因为没听过六祖坛经啊，大珠和尚的哪里有什么注解？没有的，大珠和尚哪里有注解？没有的。所以说后来我才发现说，哎呀，心法才是我相应的法门呢、啊。这个坐在那边呢、啊、调息啊，当然也是个善巧方便的话，可是这个还是不能断烦恼了生死，还是没办法。坐着你定的话，你站起来怎么办？是不是心没有出没有入嘛？啊，对不对？言下心性一念，就是以绝对的空性相应。这个是我所要的东西嘛，哈！但一切法莫着莫求，即是真如自性。这个讲的多洒脱多自在，一切动态里面就是真如，一切静态里面就是解脱。哎，这太好了，是不是啊？啊，哦，就是所以我现在打坐就啊随缘呢、啊。我现在就找一个他自己拿了课本这样念念，是吧？哎，放着，哎，呼吸让它自然，一心呢、啊、一意的念佛。那有的人呢、啊、就坐在那个地方调息，但是很好啊，那继续用功，不过心是很重要的啊，法是更重要啊，心跟法相应啊才有办法开悟了。所谓入出住百千三昧，这个鱼啊打字打错了，还要改，这百千三昧不是百鱼三昧，百千三昧啊，这大圣百种千种三昧，无量三昧，无量的境界，无不安住在禅定的三昧，所以这个叫百千三昧是也。梵语安那波那，中国话叫做浅来浅去，也就是调息的方便，调息的方便，为菩萨住者修极定以自知，注意那个极字。因为极这个很重要，见到体的定，这个多不容易，极就是我们本体的定，那就是真正的定，不生灭的定了、啊。你不要安住那，那它自然的定，是吧？就是以本体啊，这个一如的定，那么出则运势宜而利物，哎呀，这是行住住都是利益众生，莫非自他兼利之事。是他建立知识，智慧则了之缘起。讲到智慧呢，了解一切法都是缘起，不值得我们这样啊贪嗔痴伤心痛苦执着分别，不值得，因为这个缘起就是不是实在的事件，自性无生呢、啊，自性无生，哎。为什么自性无生？自性就是空性，无自性嘛，所以是无生呢、啊，就是自性无生呢、啊，啊，所以如果要更清楚的话，说上面就叫无自性故无生，那意思就更清楚了，啊，自性的上面加一个无，无生的上面加一个故，故意的故，那意思就全部更清楚，因为无自性，所以是无生。无自性当体即空，就是无生，所以缘起就是性空，无生就是性空，万法皆如，你看
修行多简单啊，万法皆如啊，一切缘起法就是一切法，见缘起即见道，见到缘起是空性无自性，就见道，万法皆如真缘自己，真正的心性本源是绝对的本体啊，没有对立性的，没有分别性，没有执着性的本体，好端端的，就像一颗智慧的明珠摆在你的前面一样的清楚啊！但莫着莫求，就是真如自性显现了、啊，多么的自在，多么的洒脱，是不是？所以我们呢、啊，应当去认识它，不要用分别执着心修行，这样成点劫都没有办法成道的。中论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哎，这个因缘就是生灭法，生生灭灭的因缘果报法。啊，我说即是空啊，那么我所有的言说讲到这个地方，当下它就是空性啊。如果我一说到这个缘起法就是空性法，岂非自性无生乎？以此充遍扩展一切，充就是充遍，扩就是扩展一切，这万法皆如啊，万法皆如，如就是空性啊，这万法皆空，哪个法不空啊？你因为不空你才执着咯，对不对？哎，可是我们如果从悟到如所展现出来的不空，那也是空性。我们说现在因为不悟到如，所以啊，我们一切法都是不如。要是悟到如的话，那么一切千差万别了，你不如也是如，非法亦成法，非道也是道，何以故？一切皆如啊，一切都以空相应，心以空相应，万法无障无碍，无障无碍。真缘自己啊，我们真正的心的本源是自己，是绝对的本体的，自极境的。虽知烦恼加两个字性空啊，是无可舍。菩提底下加两个字是性空，也是 无可起，就是无舍无可得，无所得了。虽然知道烦恼是性空，本无可舍的、哦、我们现在就是一想要把它烦恼舍掉，不晓得烦恼是幻化出来的假象啊，幻化出来的多余的假象啊。我们使之这个烦恼的假象以为是自我，今天你摆平了自己，烦恼自然就除掉，了解一切法都是假我不实在的，那烦恼本来就不存在，不要除。哎，了却缘起性空，烦恼自除，不除也除，你不要除，你自然就除。一切法不可得，不可得你出什么东西？烦恼本来就没有，你根本就不用除。烦恼本空，哪用除啊？烦恼本来就空，哪需要你去除它？是不是？菩提性空无可取，菩提也是无所得啊，也是无可取啊。你认为菩提是有一种东西可以修到变成菩提，那你错了。菩提当下就是空性，这一念觉悟的心性就是空性，它是无可取的呀，是无所得的。而能不正无为，度生常解啊，那么他就不证这个无为法，就是不取无为的涅槃法了，就可以度众生，在成点劫啊常解度众生。这个是说明菩萨能够打假而即空啊，了解这个缘起啊，他就是性空啊，现在只能从空出假啊，出假天台中都是这样讲的，出来出去的，入来入去的，是吧？哎，将来我们看华严就这样子，华严就不这样讲的。哎，华严哪有说这是从假入空，从空出假的？华严你从来没有看过一句是这样子的。以无可舍中，无故舍之啊！哎呀，在没有可舍的当中啊，啊，我们呢就故意哎假装哎舍，无可求中，我们呢就故意假装求之。啊，众生拜佛，我们证悟的人也拜佛；众生念佛，我们证悟的人也念佛，是不是啊？
演一出戏给众生看嘛，所以要装迷糊啊，以众生同等地位啊，你才度得了他嘛，是不是？你证一个圣果的人啊，以众生不相协和，那众生度不了的。你要视线的这个角度啊，身份的都跟他一样的。哎，他讲这样很气人，对，你有道理，真的是很气人。哎，这样正过的，他随顺他这样讲了，对呀、啊，但是到最后他就会说，哎呀，你气了也没有结果了，到最后你还是要放下嘛。哎，等他气完了，正悟的人，彻悟的圣者就会开示他，这样是多余的。这是多余的吗？是不是一切烦恼难道不是多余的吗？自己创造，自己痛苦，自己束缚，这不是多余的吗？是啊，哎，所以不正无为是度生长劫啊。广修万汉等观群芳啊，等观就是等视平等的看待啊，等观就是冤亲平等，众生平等啊，叫做等观。群芳就是一切众生，哎呀，这个冤亲平等，众生平等，用这种角度来看一切众生呢、啊，就叫广修万恨呢、啊，啊，下集地缘，地就是四地，缘就是二因缘，地就是小圣，四地就是小圣的四地，缘就是中圣的十二因缘，上该该就是包括，不共底下加两个字就是般若，不共般若。上该包括大圣的不共般若，一佛圣的不共般若。这个般若啊，有共般若跟不共般若啊，这个看注解左边啊。般若有共跟不共，什么叫做共般若？什么叫做不共般若？讲一下。第一，共般若，这天台中的通教，这个般若是通声闻缘觉菩萨三圣。三圣都修般若，通通修般若啊，我空的般若，所以称为共般若啊。再来，不共般若是天台中的别教跟言教所修的，这针对初地菩萨以上所阐释的一种般若，是对别缘二菩萨说的，而不共于缘觉跟声闻圣，这个叫做不共般若啊，是法空不共般若。这个叫般若，有共般若跟不共般若。共之三人同修，声闻缘觉菩萨都一起修啊。那么即下即地缘等观，通理理六度不共般若。理不共就是理六度不共，理六度不共。我们前面不是讲有四六度吗？有理六度吗？不共般若，这度菩萨法非但六度有别啊，亦乃道观双流。把笔拿起来，道就是利他，观就是自利。哎，道观，那么道观双流，这是天台中啊所立的，哎，所立的十地之中的第九地菩萨所修的相。道就是指教化他人的化道，教化他人的化道。观就是自观空理的观法。啊，那么利他的化道跟自利的观法啊，同时并行，叫做道观双流。所以这观呢，就是观照自利的意思；道啊，就是化他啊，有能力教化他人；双流就是具足，同时存在，同时存在。大师之心普被呀、啊。大事就是四弘四愿、啊、大菩提心之心的普遍，四色之道通收，啊，四色法，哎，对对，爱也力行同事等等啊，四色之道通收，哎、啊，总三界以为家，三界都是他的家，包括四生都是他的儿子，哇，这个不得了了，救不完的，哎、啊，大悲大智双运，七十页。福慧两言，福慧两言，超越二圣呢、啊，独居其上，如是之大圣之道也。这是赞菩萨其心是很普遍的，其行是通达的，其家是很大的，他的儿子是很多的，一切众生都是他的儿子吗？
啊，心又普，修行又通达，他家又很大，儿子又多，悲智双运呢，福慧两严，哎，福严、慧严两种庄严呢，严就是这个严不是严格的严呢，是两种庄严呢，啊，福慧庄严呢，故能超越居上，已成大圣之道，大圣之道，啊。是以一真之理足根性以皆差啊，取意随机三圣之唱被移啊，然而治理西元穷为绝妙善非其一何事于三啊。七十页第四行，是以一真之理足根性以皆差，取意随机三圣之唱被移。这以下是说明法本来没有三，而人呢自三啊，之理法本无三而人自三，这个道理是以一真之理，理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绝对的真理啊，足就是随着随着根性而皆差，而分成等级，取意随机啊，取就得到，得到什么利益是随着根性不一样。三圣之唱，唱就是教法，备就是完备齐全啊，这三圣这个教法是完备了，是齐全了，利益本来就无差，教是随机而异，道理都是一样的，可是这个教呢是随着根性的差别，是以种种不同的教，到最后都是要见性成佛的。地缘度法，无论是四地，无论是十二因缘，无论是六度等这些法，唱为三圣啊，这唱是宣说，就变成了三圣法。四谛是小圣，十二因缘是中圣，六度是大圣。宣说就变成三圣法。然而，自离虚与玄啊，这个念玄，就是跟我们玄天上帝那个玄一样的，很玄妙的玄。智理是很微妙深奥，是很玄妙不可思议的。说然而智理是很玄妙不可思议的，穷为绝妙啊，穷尽了维系绝对的微妙，穷尽了微妙，善非其一，何事有三啊，一就是一圣啊，连那个一圣都没有，哪来的三圣呢？何事一三，三就是三圣，一就是一圣啊，是连一圣都没有，哪来的什么三圣呢？还分什么三圣呢？此下是一而为三啊，就是底下是开示啊，一圣而化作三圣，三本是一，三圣呢本来就是一圣，先明一本非一，
先说明这个一圣呢、本来就不是一圣，令其在三圣而忘了三圣。让他知道三也没有实在的三，因为一、本来就没有一，是绝对的思想，方便说啊，一佛圣，一佛圣。那佛是什么圣呢？无圣呢，不可得呢，绝对的空性，你按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都是多余的。所以啊，一本非一，一圣本来就不是一圣。而令其以三圣就忘掉三圣，忘了三圣则回归到一圣，回归到一圣则一圣与俱忘，就是啊，归到一圣，包括这个一圣都要放下，俱忘就是通通要放下，不能有所执着，全部要放下，连这个一圣都没有，这样才弃这个虚缘绝妙之子，虚缘绝妙之子，不三之三而言三，不一之一而言一啊，不三就是非三，并没有所谓的三圣，这样的三圣只是方便说三圣而已，不一之一而言一，那非一圣，这样的一圣只是方便而说一圣，所以这个言的上面的加方便，是不三之三而方便言三，那意思 就知道了，是不一之一而方便言一，那么一三这个都是方便法，绝对的本体界不可以安立任何的法，一都没有，何况有三，所以欲时忘三，也就是如果你想要离开三圣的这个执着，先去了其不三，是了解真如实相，这个离体乃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离言说相非三非一，所以、先去了其不三，欲时忘一，先去了其不一，你想要放下一圣的执着，要了解一圣也不可得，是则不三之三则可忘，不一之一则可泯、不三就是说空性的东西方便说三，这样的三本来就应该放下，可以放下的，不一之一，非一就是非一、本来就无所谓一圣，这么方便说的一圣，这样连这个一都可以灭掉，泯就是灭掉，其实讲这些都是让你、告诉你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不离一切法，这是真正的佛法。七十一页第二行说，一三非三，三不三，三一之一，一合一，一三非三，善不善，意思是说我们从一圣开展出来的三圣，这一三就是一即三了一圣开展出来的变作三圣，也就是一圣就等于三圣了非三根本就不是三圣善不善就善且非三圣可言一圣的三圣并无所谓的三，善且不可以说有三圣，三一之一三如果中间加一个一，加一个即字更清楚，三即一就是三即三圣的一圣，这样的一圣也哪里有一圣可立，一合一，一有合一圣之可立呢？再讲一遍，这整句加一个即字就很清楚了，一即三非三，善且不三就善且不是三，三即一之一，一合一，加一个即字，
所以一圣开展出来的三圣，并没有所谓的三乘，暂且不可以说有三圣啊，因为三非定三呢 啊。那么三即一圣，三圣的一圣，三圣就是一圣喽。这样的一圣也哪里有一圣是可以安立呢？所以三非定三，一非定一，三一皆不可得啊。就是即一圣之三圣，即一之三叫一圣之三圣，则三圣就是一圣。所以三它当然不是三了，因为一都不存在了，哪里有三？三因为不是三，所以善不善即三之一，则一即三故，善就是善且，不就是非，善且非三圣啊。对，中间加一个分号，中间加一个分号，这到这里一个段落啊，到这里一个段落。底下即三之一，就是即三圣的一圣，那、和三圣于一圣。那么这个一圣就是三圣故，一本身就不是一，一因为不是一，那么一和一，一怎么可以立呢？一和一，一怎么可以立一圣呢？也不可以立一圣。底下一不一，不就是非了啊？一圣尚且它不是一圣，自就是加一个字，自然，自然就不是所谓的三圣了、对不对？一不一，不就是非？一圣本来就不可以说它是一圣，自然不能说有三圣可言，这自非自然非三，是不是啊？三不三，三圣非三圣可言。自非自然，不能说是有一圣可说。三圣本体皆空，方便说三，所以三也是绝对的空，一也是绝对的空性，都是缘起，都是性空，都是万法唯心，都是一真法界所以影现出来的东西，如何说一，如何说三？所以一不是一，自然不是三，一本身就不可得，哪里可以建立成三？三也不可得，当然就不是一圣了。所以一善不一，就是一圣善且不是一圣可说，这三本来就不是三圣了，对不对？三是由一连开展出来的，那一本身就是绝对的东西，一真的东西，如何开展变成三？所以法无二理啊，人因人而异啊。法本身就是连一都不可得，是因为众生的根性才有差别的啦。所以这三十二应身呢、所以说法要千变万化，千变万化，是不是？要看根气而立啊。年纪七八十岁了，他来问啊，师父啊，什么是本性？来问你就跟他讲。念佛，就讲啊，念佛多好，多好。啊，敢无别项？无，干那这条咯，嘿。你个讲遐济无，遐七八十岁，你该讲啥？啊，你要准备要死的，你该讲遐济要从啥？你无，你都是佛祖在世一贯根基的，不要跟他讲那么多。他就那人家慧理法师讲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念到死，就 OK 了。那你们不一样啊，大家我们现在都是年轻人啊，是不是？不能说是要念佛，要懂得心法，是不是啊？年轻人就问啊，师父什么是本性？哦，现前一念就是本性。我现在在跟你讲话就是本性的作用，对不对？他在问，本性是常是无常？本性是常也是无常。本性非常也是非无常，何以故？因果的连锁性叫做生灭的生灭相，这个叫做无常。无常当下即空啊，就是不生不灭的本体界，所以体用一如。那年轻人他要知道这一些心法，
所以他来问我们，必须要告诉他，慢慢慢慢的开展啊。所以说法千变万化，但是到最后总是要回归心。哎，所以佛法有句话很重要啊，是离开第一地而说法，不明说法，离开了中道思想来说法，这个人不叫做说法，这个就是生灭法，这不善说法。佛陀就讲得很清楚了，一个说法者到最后都要发挥一圣思想的道理，不可以离开第一地而说法，也不可以坏因果而说法。离第一地而说法，那就是生灭因果法、世间法、外道法啊，二圣人的法。离开因果而说法是断灭法，是外道法。两种角度，不可离第一地而说法，更不可离开因果而说法。是名说法，也无法可说。如是说，如是知，如是悟，如是证，如是不可得。三善不善，这一本非一啊。三圣善见，无所谓的三圣，这一圣那本来也不是一圣啊，所以自然不是一圣，故知非一啊，当然不是一圣啊。非一顿点，一非啊，三不留啊，非就是不是一圣啊。一非把笔拿起来，这个非字旁边写三个字，不存在。非一就是不是一圣，那么一圣当然不存在了，这个非要用不存在，那就更清楚了。所以三圣它当然不可留了，对不对啊？不是一圣，当然一圣就不存在，一圣不存在，三圣怎么可以留呢？是不是三不留吗？非三，三非啊，那么不是三圣法，三圣它当然就不存在了，那一圣怎么可以立呢？三圣本质等空，怎么可以回三圣，回归一圣呢？那一圣也不可立，是不是？不立之一本无三呢？啊，不能立一个一，它当然就不可能有三呢、啊，是所以本无三嘛。啊，是不留之三，你本无一啊。那么无所住的这个三圣法，因为三圣是空性的东西啊，本来也没有一，是不是？哎，所以这佛教讲的一二三，这个通通是方便说，是以过量、超数量，《维摩诘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一个修行人以过量，他这个对立的这个以量就是对立法才可以才是量嘛。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零 minus 一 minus 二 minus 三，对不对？这样子有这个数量可说啊。可是空性的东西，他知道这个都是点缀的对立的东西。数量是由建立人类的妄想执着、建立时间跟空间所产生的一个量。哎呦，佛悟入绝对的本体没有这个东西啊，绝对的空性眼见一，亦非一啊，零零当然非零啊，嗯，是不是啊呢？说我们了解这个本体界的东西，自然可以消过一切的数量，也可以超过一切的数量。所以啊，在林口体育馆讲经五万人，我不会动到一个喜悦的念头，在这里啊两三百个，我们也不会动到一个失望的念头，不会这样子的。为什么？没有这个量的观念，没有这个量的，没有这个量的观念，日子就好过啦，是不是？你所有的衣橱里面只有一套衣服，你不会烦恼，对不对？那你这个衣橱里面有一万套的啊，对不对？这个衣服的话，也困扰不了你，也增加不了你的爱慕心的，不会的，啊，大修行人多跟少没有无所谓的。所以修行不是说啊，这个人外表穿得很浮华，就说他没有修行，对不对？这个人、啊、穿得破破烂烂的，就认为这个人很有修行，这个是妄想的、啊，这个是表面的东西啊。我们修行人可以淡泊啊，但是心法的东西，这个人每天打扮得很漂亮，你不能说他没有修行。为什么都他在心法解脱，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修行啊？对，今天这个人呢、啊、吃得非常的丰盛，他不迷惑，他才是大修行人。你今天如果吃的啊粗茶淡饭，
哎，可是你内心里面一直讲，哎，我最有修行的，你看这些人好享受，不能像我这样修行，那你也是笨蛋啊，你也不是一个修行人了、啊，动一个念头有高低，那就不是平等的实相法了。所以一个解脱的圣人，他不会去看众生的外表怎么样，他会实事求是，看他后面的背后，他那一颗心是用什么心，是用什么心。所以什么叫做正悟的人，他可以大餐的吃，他也可以粗茶淡饭的，就是喝开水也可以过日子，对不对？他在极端的 富贵之下，他也不会迷惑，他在绝对的贫寒之下，他也自得其乐，都不可以动摇他，因为他没有这种观念，没有这种东西啊。这才就是真正的伟大修行啊。如果一个人啊，平常吃的啊，很平淡，嘿，突然哦，这个很丰盛啊，他受不了了，受不了这个诱惑了，那这个也不能讲修行人了、啊，那是外道的吃的苦就比你更多，是不是？你还有三餐可以吃，那外道哪有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法由物而来，不由形象外表的啊，视线种种的苦恨，就是叫做修行了，不要弄错了，离开心的无别法的啊。所以说啊，这一段是指一跟三都是假名的，不可以执取，不可以执着。夫三因一而立，一即非一圣，既然不是一圣，而三圣怎么可以留呢？一因三会啊，这个要颠倒过来，变成会三归一啊，是方便立一啊。一因三会就是一圣因为三圣而会合，那表示会合三圣归一圣哦，这个也是方便立一圣而已。所以一因三会，就一圣因为三圣而会归，那么简单讲就是会三圣而归一圣哦，是不是？这个叫一因三会。那么三圣既然就不是三圣，那么一圣怎么可以立呢？不立的一圣，一圣当然是空性，又哪里有所谓的三呢？没有的啊。那么这样修行佛法就不能专看外表了，哪里是一圣，哪里是三圣，没有这个量这个东西。一个人呢、啊，没有这个量，那么这个人日子好过咯。哇，那这个人日子好过了，有钱没钱呢、啊？啊，多的少的啊，人家赠送他十部车，他也不会动到个念头的。他就是这样子过日子，他其实没有车，他也是这样过日子啊，对不对？财产的多跟少都是一样的东西，无所住的东西。所以说啊，一即空，又何有一三？故本无三，不留之三，不留之三，本来就没有所谓的三圣。那么这无所住的这个三圣，三圣既然没有了，又哪里有一圣呢？所以本来就没有一圣。翻过来七十二页，一三本无，无亦无啊，这个无字也必须要空掉放下。所以一圣三圣本来就没有这样划分的，离本是一呀、啊，因这个根性而异呀、啊，所以啊，一圣三圣本来就无了，啊，无亦无，连这个无也必须空，要放下呀。无就是若无其无，如果空掉那个无字，则无一三之本。这无本就是没有一没有三的依据了，空性不可以有这个一三不立一切法，那么连这个一三也不可以有，所以是绝妙。绝妙就是真空不空，妙有非有。一三虽无啊，一圣三圣呢虽然是没有啊，虽然是没有，若存于无，如果还存在一个无字，无则非妙。前面加三个字，
有一个无，有一个无则非妙。若存于无，有一个无，则不是不能成为妙，还执着有一个无，那么这个就不妙了。故即此无而亦无，所以啊，这个无字啊，也必须把它放下。亦无就是也必须把它放下。垢无即无，如果啊空掉那个无，那么这个无就没有所谓一圣三圣的依据了，因为当然无所依了，一切法都是假象方便安立的了，啊，就根本呢、啊、无有一三，这根本呢、啊、就无所依靠了，啊，因为文字的东西就是这样子，一三不可得，何况有三，不立一切法是真实法，才能够真就达到于自理虚圆，就是玄妙的玄呐、啊，虚玄呐、啊，穷为绝妙之体，之体就是诸法实相本体离体咯，圆绝妙者，绝妙绝一三有无行对之初机，绝就是离诸对待，离诸相对的。我们要是离诸对待相对的，那么一三有无这个行对之初机也啊，这些啊这通通放下，就绝掉了一圣三圣啊，或者是有或者是无，这样行对的这些初机通通没有，一对一对的啊，一是对三讲的吗？有是对五讲的吗？是不是通通没有这个东西？如是这一圣何所分为三圣，分为三圣，如是这一何所分，就是如是这一圣哪里有所谓的分成三圣呢？那么三就是三圣呢，何所合为合为一圣呢？三何所合就是三圣，哪里有所谓合为一圣呢？一圣也没有分成三圣，三圣也不可以说变成合为一圣呢、啊、哎，底下就是答案，何分至于人而合一圣分成三圣，当然都是因为人的根性不同才这样分的咯。合理亦言哉啊，合理就是三圣的这个理，亦言哉是哪里有不同于啊，那哪里有所不同呢啊，而硬要合，硬要说有合有分，言就是合跟分的说法啊，合理亦言哉呢，就是三圣之理哪里有什么不同啊、而你硬要说有和有分这样的差别呢？能如此知，则一自住一，一圣就安住在一圣，也没有所谓的分成三圣了。这三圣自然安住在三圣，三圣也不必去把它合成一圣。今言始从一理，就是一圣之理啊，现在才从这个一圣的道理而分为三圣，而分为三圣，没有合这个三圣而归于一个理，这乃是从三圣的根器而自己分自己合。三圣所证的这个道理呢，哪里是因为人分啊而变成果的不同，和这个果就变成相同呢？比喻说理是一啊，三圣所证的这个理本来就是一啊，啊，岂为人分啊？因为根性的不同而证悟的果变成有差别的理，和这个果报变成同样的理，不可能的，是不是啊？岂为人分之果义啊？那么何之以果？因为三圣的证的果位不同嘛，
那国外不同，只是因为人啊根性不同，那么所证的理是一样的了。究竟的理只有一个，就是佛性啊，成佛的绝对的佛性啊。哎，那么他们还没有证悟到究竟，才这样分呢、啊，三圣呢、啊。所以啊，这个理呀、啊，啊，并不会因为人的分的啊，小圣国、中圣国、大圣国而有差别，也不会和这些小圣国、中圣国、大圣国而变成呢相同。这个理啊，是永远这样子，不会因为分。而果义也不会因为和而变成果同，不需要的，也不可能，也不会的。譬如三兽渡河，三兽就是象、马、兔。以下啊，这个兽是比喻三种根器，这个河呢，渡河，河是指一圣之理，河是比喻一圣之理，啊。哦，这个象啊，跟马呀、啊，跟兔子啊，要渡这个河，就是啊，这个大根性的如象，中根性的如马，小根性的如兔子，要渡这个一圣之理这个河，合一，那、啊、这个道理是一咯，一圣之理是一咯，宁从受合，哪里耶？是从就是一，会随着这个三种野兽。而其合为一条河呢？河本是一啊，岂是哪里是依随着兽而合，才把它合成一条河啊？合一就是河本是一啊，哪里是随着三兽才合成一条河呢？河本来就一，不会因为你三兽才合一的，你三兽渡不河，渡不渡河，它都是在那个地方一的呀。河本来就是存在的啦，啊，意思知道吧？哈，很容易的啊。复合独啊，合非受合，亦乃受不合分啊。合独就其指示啊，哪里指示啊？又哪里指示合啊？非受而合，这个河流是一。并不因为三兽才合成一条河的呀，叫河非兽河、啊、一条河并不是因为三种兽去渡河才把它合成一的呀，啊，也乃是兽不因河而分，那么也是三种兽也不会因为河一个河才分成三种兽，三种兽本来就三种形体不一样的东西。比喻就是说，根性不一样的本来就是这样子，不一样的，你不需要把它，不需要把它合一嘛。这个理本身是一，你也不需要把它分成三嘛。各个安住各个的角度啊，只是一跟三都是方便说的，看时节的因缘，三它就化作一，也时节的因缘不得已，一就化作三，一安住一，三安住三，一不可得，三亦不可得。一跟三都是方便说，方便说。涅盘经啊，这说明啊，三兽渡河，这是出自《大般涅盘经》卷二十一《德王品》，以及卷二十五《狮子吼品》。再讲一遍，三兽渡河啊，是出自《大般涅盘经》卷二十一《德王品》。以及卷二十五狮子吼品，这名三兽渡河，为象、马、兔。哎呀，这个兔子啊，腿比较短，兔子要过河呢，是浮着水面而过去的，浮在水面的，是不是啊？哎，水深嘛，没办法嘛，兔子 啊浮在水面而过的。哦，这个马呢？哎，渡河呢？哦，才陌生呢、啊，淹到这个涉深呢、啊。哎，涉深淹到这个涉深呢、啊。哎，意思就是沉的比较下，可是还没有见底啊。马才陌生呢、啊，哎，它还是浮起来啊，是吧？兔子只从水面这样游过去啊，马是比较深入啊，哎，淹没到这个深呢、啊，可是还没见底哦。象直到底，这象啊，这粗壮啊，啊，又高又大又重啊，象啊，就到底了，直到底。
以欲通教三人呢、啊？藏通别人的通教这三人，破惑正真，破这个迷惑呀，正道空性，浅深有异呀、啊，有所差别。然而受不同，受不同，而合之合一。但是因为呢，三受是不同的，而这个合呢，自己是合一的。合是一，又哪里需要从这个三受才变成一呢？才合为一个合呢？合之一，合的这个一，你本来就一哦。哪里需要从这个受才合为一合呢？不需要的。来比理源自一啊，就是合了，这本来就一咯。所以非从人合而后一并不是从人三圣人合起来就变成一个理了，不是这样子的。也就是受自意，底下为三，为三啊，受自意，自意就是为三了 这个受自己就不同，就有三个啦。而合原是一，不分就不分为三。